不离呀、啊、四相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哦，所以我们知道呢，这个四相就是两个字啊，能守，能守就有四相。各位有印象吗？或许有讲过啊，哈、哦，哦，比喻啊，哈、哦，我们眼睛啊能看，能看的哦就是我相，那所看的哦就是人相，有能看的，有所看的，能守那就四相，哦。能看的我相，所看的人相，啊，所看的差别重生啊，是不是看的很多？差别重生，众生相，然后我们连续不断的看，叫受者相，四相，哦，然后我能听，能听的就是我相，所听的就是人相，那我们所听的哦，不只有一个声音啊，非常多。叫众生相，啊，我们连续不断的听，叫受者相，四相。然后我能闻，我能吃，我能做，我能想，只要落入能守四相，这样知道吗？哦，很微细哈、哦。啊，所以我们要到达没有能守，就是从佛性发挥出来，没有能也没有守，直接直心。哦，没有能守，像我们扫地啊，扫地的时候、哦、要人家称赞，有没有能守？就是有，你要爱哄儿乐啊，儿乐讲哦，那真骨力，哦，他有期待啊，有没有能守？哎，就是有能守。那假如说我们是分内的事，应该要做的。啊、那个时候做的时候、啊、有没有能守？没有。哦，哎，我都应该我做的呀。你敢儿子我嘛爱做，你敢妈我嘛爱做。哦，就是已经没有能守了。哎，所以我们了解说哈、哦，那个也很微细呀、啊。你那爱哄儿子哈，哦，那都不应该我扫，我来个扫，都、就是被哄儿子啊，那就有能守，哦，就有了。